不会剥。你不会剥呀？不会剥，我跟你说，你想吃哪个口味呀？老师，草莓口味。草莓的这个口味，我给你打开。小米想吃草莓口味的。哦，原来是粉色的哟。来，兄弟，放嘴巴。嗯，你吃泡泡糖，你会吃泡泡吗？是。来，给妈妈吃一个，妈妈看看。哎，你这孩子咋回事？吐沫都吐我脸上了，我也没看见你吹起来泡泡。哼，不给你吃了，拿走。